气血不足，宗筋为软。中医教你一招，气血充盈，振奋宗筋。气血不足，宗筋补起，送你一个小药丸，气血充盈。想要让宗筋得到充分的濡养，一则需要气血充盈，二则需要阳道通畅，二者缺一不可。首先是要补充气血，无论是宗筋太弱，还是敏感度过高，我们都可以通过补肝肾来解决，因为肾藏精可化气，肾气充盈，精关可守可固，肝藏血主中经，宗筋这条经络也是由肝来主导的，肝血充沛，宗筋自然挺拔有力，所以同时进补肝肾可以解决宗筋弱而敏感的问题，参考龟芍地黄丸来加减。其次是要打通阳道，想要让阳道通畅，一是需要保持好的心态，让肝气悠扬，悠扬的肝气自然生而不衰，可以选用逍遥丸加减。其次是需要清除湿热，湿的重浊黏腻可以导致气血流速过慢，慢慢的失去柔韧性，那我们可以参考二妙丸加减，一边活血理气，一边清热燥湿，宗筋自然起得有劲儿。